就認識比較少啦。咁今日開始聽完之後，我諗我希望會多啲認識，跟住我俾我身邊摯愛啲人會用咯，好唔好啊？咁睇下，但係好期待啊！做 N Wong 睇下有啲咩嘢可以令到我自己嘅，到我又去買多啲 Philip V 啦。都係之前已經聽過一兩次咧。當時一聽完咧，好衝動去買，用細心用多啲啦，我俾咗啲我老婆啦。但係因為我係男士咧，對嗰啲護膚嗰啲咧，護膚嗰啲唔係好了解，同埋咧冇乜嘅耐性咯。但係成日聽到呢個茶好靚，嗰、那個茶靚，咁睇見你哋個個都 keep 得幾好咯。咁我啊，我真係要多啲要喺呢方面要做下啦。咁樣以下就落交俾阿做 N Wong 咁詳細解釋下我哋嘅兩百護膚系列啦。OK， 做 N。好，好多谢你阿 Leo 嘅介绍啦。咁我系做 Wang Wang 啦，咁我系粤西人银董事啦，亦都系终身白金领学员啦。咁亦都好多谢 Linda 俾一个机会，我喺呢个平台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CeraVe 呢个产品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产品啦，因为之前自己都不停去找不同的產品，但是用了這個呢就不捨得走了，這個是要已經是終身的護膚品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們的兩百護膚系列啦。是其實在市面上都是出了大概兩個月左右，但是已經聽到很多客戶都說非常之好，個效果是很明顯啦，還有用得好舒服好滋潤啦。咁今日呢就想同大家探讨下咁点解呢个兩百系列咁特别啦。咁开始之前呢，我想同大家睇下唔好意思。睇下点解我哋会有黑色素嘅斑点喺我哋嘅面上出现先。首先呢我哋第一个呢就係因为其实我哋壓力咧，其實係可以引導我哋嘅腎上腺嘅指數會上升嘅，咁令到我哋咧係希望去幫助我哋減輕我哋嘅身體嘅壓力啦。但係因為呢樣嘢咧，令到我哋嘅身體咧會出咗一個保護膜，但係咧就減輕咗身體去吸收嘅營養。當我哋嘅身體缺少營養嘅時候咧，我哋嘅黑色素咧就會慢慢去個細胞會慢慢去增加嘅，所以變咗咧，當我哋有壓力嘅時候咧，我哋會更加多斑點嘅。第二咧就係荷爾蒙分泌啦。咁譬如有時女士嘅荷爾蒙譬如話唔平穩啦，咁可能會食啲荷爾蒙藥啊等等嘅原因啊，或者藥物啊，呢一個情況咧，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皮膚咧，吸收咗啲好多藥物啦，令到我哋嘅皮膚咧，希望係可以受到保護到啦，咁變咗咧，佢就會出啲黑色素去希望去保護到我哋嘅皮膚，咁呢一個情況下咧，亦都增加咗我哋嘅皮膚嘅黑斑啦。第三咧就係新陳代謝啦。好多時我哋個肝臟去排毒啦，但係如果我哋嘅新陳代謝慢咗之後咧，我哋嘅身體會產生好多嘅黑色素啦，同埋好多時譬如話我哋去到女士去到咁上下年紀咧，佢會有嗰個叫做女士嘅更年期嘅，咁因为点解当你有更年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个女士突然间个皮肤会突然间哇好干啊，好多斑啊，或者好多皱纹啊，就系因为我哋嘅新陈代谢慢咗，亦都因为我哋嘅卵巢嘅功能减退咧，令到我哋产生好多嘅斑点。第四咧就系我哋譬如话用唔同嘅用错咗护肤品咯，因为市面上其实好多美白嘅护肤品啦，但系我哋美白嘅护肤品可能你觉得呢个好有用，但系你往往唔知道入边咧可能好多化学成分啊，去刺激到我哋嘅皮肤啊。当然，其实我哋嘅身体系好聪明，我哋嘅细胞好聪明嘅，但系当你有外来嘅刺激嘅话咧，佢会产生一种色素咧，去保护我哋嘅皮肤，所以咧。呢样嘢亦都系令到我哋皮肤增加咗斑点啦。仲有咧，第五咧就系紫外线啦。咁好多人话，其实我喺屋企
可能我都不出外面，我不需要搽防晒啦。但是其实每个时候，任何时候你在外面里面屋企，你都要搽防晒，因为我们的灯光上面啊，或者我们的窗外的紫外线入到来啊，我们都会受到破坏。当你如果个皮肤是受到外来的紫外线的破坏呢，你是会产生很多皮肤癌啊等等啊，同埋仲有就是我们的色素呢就会增加的，因为佢希望佢去保护到你的皮肤啦。仲有就是如果我哋有一个不良咁去清洁嘅习惯呢，亦都系会产生我哋嘅皮肤呢系会分泌一种叫做麦拉宁嘅色素。呢、这个色素呢令到我哋嘅皮肤呢系增加嗰、那个斑点啦，希望可以帮助我哋去保护到我哋嘅皮肤受到敏感啊，受到刺激啊，外来嘅刺激啊等等啦。咁另外最后一样咧，就系遗传嘅基因啦。因为我哋咧好多时，譬如父母遗传落嚟啦，我哋会有斑点啦。但系咧，如果我哋譬如话好多时去到某一个年纪，我哋会有譬如话老人斑啊等等嗰啲啦。但系当我所讲所有呢啲嘅问题咧，其实系可以解决嘅，系可以后天去保护啦，同埋去更新我哋嘅皮肤，去令到我哋系可以解决所有呢啲问题。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探讨下，我哋系可以用咩嘅护肤品去解决所有呢啲问题咧？只是有图没声啊，没声哦，我可能 share 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我应该再来过一次，我忘记按个声啊，不好意思再来多一次。是不是很吸引呢？看完个 video。好啦，想讲返呢，其实我哋呢个系列呢系有四种唔同嘅产品啦。咁第一样呢就系我哋个美白两颊面膜啦，仲有我哋嘅油润嘅精华啦，净白嘅淡斑精华啦，同埋美白保湿嘅乳霜嘅。咁其实佢哋每一个嘅成分咧系独特嘅配方啦。咁如果你其实净系用一个产品，都已经见到你一个非常之好嘅效果。但系当然，如果你用晒四个嘅话，佢个效果系明显啲啦，同埋系更加快啲嘅。咁我哋个系列咧，其实咧佢个皮肤入边佢个产品咧，各个护肤品入边咧，其实佢个成分咧系好温和啦，同埋咧系好好嘅配方啦。咁亦都产品入边咧不含任何嘅防腐剂嘅成分啦，或者任何化学成分，包括我哋嘅化学漂白嘅成分。所以之前亦都提过啦，就系话可能好多护肤品，好多美白嘅护肤品，可能系帮到你美白，但是呢往往呢可能已经刺激到你皮肤是产生其他的问题啦，同埋就是冇咁滋润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美白系列嘅成分入面有我哋嘅烟碱盐碱胺啦，亦都系话一个系维生素 B 嘅 B3 嘅系列啦。咁佢呢个呢系帮助我哋个斑改善的色素啦，亦都是
保护我哋嘅皮肤，令到有外来嘅影响产生我哋色素嘅形成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嘅维生素 C 啦，佢有强烈嘅抗氧化啦，仲有系可以防止我哋嘅皮肤产生呢个黑斑嘅出现啦。第三个咧，我哋就系一个叫日本当归日本当归根萃取物，咁呢一个咧就系其实系帮助我哋嘅斑，希望我哋嘅表皮层嘅斑咧系可以去减少啦，仲有就系增强我哋嘅皮肤嘅亮泽嘅色素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谷酸发酵物啦，呢一个咧就系帮助我哋嘅七色素產生啦，仲有就是好像一个保护膜咁啊，令到我哋系包住我哋嘅皮肤，令到我哋嘅皮肤唔好有外来嘅环境去影响。因为当我哋有外来嘅环境咧，我哋嘅皮肤咧，头先有提过咧，就是会产生一种色素，黑色素去保护我哋嘅皮肤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咧，这个成分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去包住我哋嘅皮肤，等佢唔好有外来嘅影响啦。咁再深层去了解咧，就系其实我哋呢一个岩碱胺咧，佢系一个维生素 B 啦，仲有咧佢系有一个强力嘅保湿嘅作用。好多时我哋美白系列咧，我唔知其他女士有冇用过啦，因为我以前用过啲美白系列咧，好多时用完之后皮肤会好掹掹紧，或者系好干，因为咧佢做得到美白个作用，但系入边嘅成分系完全冇保湿嘅。但系我哋呢、这个美白系列咧，不但你系可以防止你产生有黑斑啦，去美白之余啦，我哋就系补充我哋嘅水皮肤嘅水分啦，令到我哋皮肤更加有弹性嘅。咁呢个岩碱胺咧，就系可以帮助我哋系有一个滋润嘅配方，令到我哋嘅皮肤系更加幼滑啦、年轻啦，同埋系有好好嘅明亮嘅皮肤亮泽嘅。咁所以系当你用咗之后，其实我自己都用咗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到啦，我系明显见到我自己嘅皮肤咧系好自然咁去白啊，即系唔会话好似你漂白嗰种感觉咧，好自然。同埋我哋好多时亚洲女士咧，我哋个皮肤系好黄啦，因为成日都俾人话黄面婆，因为其实因为当你年纪慢慢增长嘅时候，你个新陈代谢慢咗之后咧，你变咗你个皮肤咧系可能产生好多唔同嘅色素出嚟啦，咁所以你用咗呢个咧。如果冇斑嘅话，你用咗佢咧，你系可以帮助你个皮肤系有个平均嘅肤色啦，同埋系美白个肤色嘅作用嘅。咁头先讲到呢、这个岩碱胺咧，佢系维生素 C 啦，但系咧佢入边咧，佢最主要咧，佢系有嗰个咧系可以抗氧化啦，令到抗衰老啦，有一个。好强嘅氧化剂啦，咁令到你个皮肤冇咁容易去老化啦，仲有系淡斑啦，令到你啲斑点慢慢去消除啦，仲有就系皮肤嘅色素啦，平均咁去帮你平滑翻啦。同时咧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嘅皮肤个嗰个毛孔。粗大咧，因为我哋唔够水分，令到我毛孔咁大咧，就系因为佢呢一个咧系可以帮你滋润啦，同埋系减轻个皮肤嘅分泌啲指数嗰啲油啊或者咩，令到你嘅皮肤嘅毛孔粗大，佢呢个系可以帮你平滑到嘅。咁仲有就系会降低你嘅皮肤受到外来的刺激啦，同埋锁住个水分，所以咧，当你用咗之后咧，你个皮肤亦都感觉到好滋润、好饱满啊。咁仲有就系、是可以帮你去暗疮啦，减轻呢个问题啦。仲有就系、是、如果喺紫外光下咧，当你
暴晒太耐嘅话，你会皮肤会产生好多皮肤癌啊等等。咁用咗呢一个咧，亦都系会帮你减低皮肤癌嘅风险啦，同埋系减少皱纹啦，咁亦都系增加我哋嘅皮肤嘅胶原蛋白啊，令到我哋个皮肤更加有弹性啊，同埋去咗好多皱纹啊等等啦。咁仲有就系、是、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去消炎嘅作用啦。譬如话我哋有暗疮啊、红斑、狼疮啊等等嘅皮肤炎嘅问题啦，佢系非常之好啦。咁我之前咧早一段时间咧，我女嘅手咧非常之严重嘅湿疹啦，咁变咗咧。用好多嘢都好似冇咩效果，因为我觉得佢好严重。咁我就用咗呢一个帮佢查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见到佢慢慢已经系好紧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炎嘅作用添。咁好啦，另一个咧就系维生素 C，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C 系一个非常之高嘅抗氧化成分啦。同埋咧。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C 的话，可能流失也很快的，因为维他命 C 是水溶性，令到它流失也很快。但是我们这个配方呢，是等你吸收了维他命 C 之后呢，是留在皮肤里面，令到你呢几时想用这个维他命 C， 或者几时个皮肤是需要这个维他命 C 呢，它是慢慢去渗透出来，令到你慢慢去帮助你去淡化你的色素啦，同埋抗氧化啦，同埋抗衰老啦。所以呢一样这个维生素 C 咧，系可以帮助你系储存咗喺你个皮肤，慢慢去色化出嚟嘅。咁另外这个呢一个就日本当归根嘅萃取物啦。咁佢呢一个成分咧，其实系同之前我讲过咧，佢好似一个保护膜咁啦，佢系保护你皮肤表层嗰啲黑色素啦，同埋等亦都唔好等外来嘅其他嘅环境去刺激到佢啊，令到佢产生更多嘅色素啊。仲有就系、是、临床发现咧，就系、是、检验过咧，就系、是。用两个月时间咧，就系话，如果你去某个季节性咧，佢哋嘅紫外线增加嘅时候咧，当你用呢一个产品嘅话咧，你系往往系帮你减少老人斑嘅现象啦，同埋系其他斑嘅色素产生嘅，所以佢亦都系有一个好强嘅抗氧化嘅成分喺入边嘅。咁呢一个甘草根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天然啦，同埋安全嘅温和嘅成分啦，同埋系当你又可以抗氧化之余咧，你又可以有美白啊、护肤嘅作用啦。咁仲有就系话咧，佢好似一个保护膜咁啦，可以帮你保护到你个皮肤啦，唔好有其他嘅外来嘅影响啦。咁好啦，咁我想同大家睇每一。的產品，其实每一支的产品里面都是有我所提过的成分，它也都是帮你更加令到皮肤有光泽和淡斑的。这个是油润精华，是全个面用的。它是如果你没有斑的话，它是帮助你是去了一些黄气啊，或者皮肤的牙的色素啊等等的，令到你更加有光泽的。咁我阵间会同大家系讲解点样去用啦，应该系点样配合嚟用啦。咁之后咧，另外呢一个咧就系净白淡斑精华啦。咁呢个咧，其实我自己咧就谂咗个名啦，但系我觉得好似好神奇，好似一个magic eraser， 好似一个叫做神奇嘅擦字膠咁。咁佢因为寫住 correction 啦，咁就係话佢係加强版呢，就係、是、特别帮你去某个位，你个面边一个位有斑斑呢，你就特别用嗰个位。咁佢个
膠原蛋白又是很強，令到你的皮膚是回復更加好的彈性啊，還有更加誘惑啊。所以這個呢精華呢是有強烈的成分啦，令到你只是去某個位置的斑斑的，你見到那些位置呢你才查那些位置的。所以呢這個就是一個深層的去斑的精華。好啦，呢、這个美白嘅保护乳霜呢，佢就係当你皮肤呢係用咗个精华之后呢，佢呢个面霜就係帮你保护返个皮肤啦，仲有就係话佢个保湿程度好高啦，特别如果你夜晚用呢，你用完之后你个皮肤呢更加感觉到诱惑啦，同埋係更加会有个活力喺度，令到你好似有光泽啦。咁你用完第二朝早，你会感觉到哇，你个皮肤好滑滑，好似 B B 咁滑啊，真系。咁佢个成分亦都有我之前讲过个嗰几样嘅成分喺入边啦，去帮你可以修饰毛孔啦，同埋佢抗氧化非常之高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配合。个精华同埋个面膜一齐，个面霜系一齐用啦。仲有呢个咧就系美白亮泽面膜啦。咁通常我建议大家系每个礼拜用三次到啦。咁佢有好重，即系好重嘅精华喺入边啦。因为我哋皮肤系好多层嘅，咁我哋系需要好好嘅精华去吸收。等佢深层咁去护理，咁我哋呢个面膜咧系帮你深层咁去护理，所以每个礼拜用三次咧，系已经俾你达到到一个美白嘅作用之余咧，又保湿啦，又滋润啦，咁所以系一个好深层咁去护理啦。咁呢一个系列咧，其实咧，如果你用三个月咧，你明显见到。整个变化好大，同埋其实有时咧睇下每一个人嘅皮肤嘅状况啦，我见到有啲已经系用咗，譬如话两三个礼拜已经系见到好明显，哇，好唔同喎，个效果已经系见到系个肤色已经有啲唔同咗咯，咁样或者已经身边嘅人都已经觉到，好似有啲变化咯，所以。当你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呢，你是明显已经是整个人改变了，好像剥壳鸡蛋那么滑和那么白了。那还有就是很多客户都有些客户都跟我说，哦，其实美白我只是夏天用的，就是因为夏天晒嘛，那我需要美白，或者我冬天，其实我冬天少晒，我不需要美白，没那么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呢我们是需要预早去预防这件事，令到我们全年都是这么白、这么滑、这么漂亮的皮肤的。那好了，我想讲讲怎样去用了。那我们是用我们之前的 CeraVe 的系列啦。我首先如果夜晚的话，我们是需要用的卸妆水啦。用完之后我们去洗面啦。如果我们那天是需要面膜的话，最好加上我们的磨砂的面膜啦。做完个磨砂之后加回我们的爽肤水，再加我们的美白的系列的面膜敷上去。那这个美白面膜我建议大家用大概20分钟或者长一点都没问题的。那里面很多精华啦，记住用在颈上啦，因为我们的颈是我们的面的支柱来的。那如果我们的颈用得好的话呢，其实我是帮助我们的皮肤令到它是紧致多一点的。那所以颈都很重要的，所以不要遗忘了这一part的护理了。那用完我们的面膜之后呢，我们是需要用回我们的眼霜啦。眼霜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美白的系列啦。那我们的精华呢是全个面去用啦。用完之后尽量可以呢就做少少按摩，等它的血液循环好一点，令到它吸收好一点啦。那最后我们那个叫做那个
去斑的精华啦。这个呢美白的精华去斑的呢，其实呢我们就需要用在我们的面的某些部位呢，见到有斑的部位呢点少少按一按它，咁它等它吸收了之后呢就可以的啦。咁仲有就是去完呢做完呢个步骤之后呢，我们就用埋个面霜去保护返我哋个面啦，同埋係好似一个保护膜咁样去保护返我哋个面啦。如果係朝头早嘅话呢，我哋用返，我记住我用返我哋嘅日霜有防晒喺入面嘅，去保护返出面嘅紫外光。因为呢一个美白係一个保护膜，但係佢冇个防晒去block 住出面外来的紫外光的，所以一定要用回我们的面霜。如果夜晚的话，我们都是这个程序，但是呢我们就用我们的晚霜或者那个 night gel 啦。那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我都很喜欢以前那个精华，因为那个精华真的非常之好，又有那个intelligent 那个技术在里面，令到我们的皮肤是增加我们的胶原蛋白啊，增加我们的弹性啊。那怎样去配用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起用，或者我们是可以将之前那个精华是夜晚用，美白的精华可以日头用，所以其实是可以配合一起用，就是看回你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是一起用。因为有些人可能皮肤会比较上油性一点的，那可以早晚分开用。譬如说你的皮肤是用了一段时间慢慢是接受了我们产品的保护的话呢，其实你一起去用返呢个效果是更加好，更加见到个效果出现的。咁所以呢，其实你要每一样嘢我哋都要坚持啦，每一个产品你无论点样用你都要坚持去嚟用啦。所以你係譬如话你四个礼拜你会见到有少少嘅效果啦，但是如果你坚持一路一路用下去的话，三个月后呢，你明显不但自己都见到个效果之余，你身边的人都会见到个效果，亦都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会可以来问你，咦，你这排做了什么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那你就可以有个机会去跟你的朋友去 share， 去分享你做了什么令到你的皮肤又靓又滑，同埋越嚟越年轻啦。咁今日嘅分享系到呢度啦，好多谢大家。咁我祝大家有个美丽健康嘅每一日，多谢。Hello， 喂，听唔听到啊？听到。好多谢 Joan， 我啱啱整翻个电脑，而家先上翻嚟。Anyway， 好多谢 Joan， 我你唔可以讲耐啲咩啊？我好多学到好多嘢，特别嗰啲字好深咧。咁我头先你读唔出嚟，我都话吓、啊，你真系读得到噶。咁我自己喺度睇翻转头。OK， 咁我就吸收咗少少嘢啦。咁首先一四大紧几款产品啦。咁大家记住啦，我哋有四款产品吓，两只面膜啦。润肤精华啦，同埋淡斑嘅精华啦，美白保湿嘅乳霜系咪？每一款都有佢独特嘅配方噶。我就系、是、即系吸收到咁样嘅简简单单啦。咁后边有啲字好难读，不过都试下读一两个出嚟啊。有唔简安系咪？维生素 B 三喎，呢样嘢。大家记住啦，同埋一个日本当归根脆蜜，哇！呢、這个真系好唔顺口，不过我都要学出嚟。咁维生素 C 好紧要啦，系啦，谷川发酵物啦，咁样最紧要我最记得清楚有一句黄面婆，我即系谂起一个人。不过你哋唔好估咁多，唔通知唔系你哋啦？你明噶啦，讲笑啫。咁即系有帮助啊嘛，咁我梗系要留意一下啦，呢样嘢系咪？咁好啦，咁我就觉得我又了解多一啲啦，咁我希望我呢啲方面我要以后要跟你哋好多啲啦。我手头上都仲有啲货喺度，我仲未寻俾个老婆，
噶，咁我慢慢自己拎出嚟嘅。咁佢同我有啲咩嘢咧，咁我即刻攞出嚟啦。总之就咁嘅就少讲咗嘢，我又开心啲，我哋耳仔又得闲啲啦吓。OK， 咁你有啲咩嘢特别啊？我哋今日我系咪要做啲酒噶？定系有啲Linda 你有啲咩特别要吩咐咧？后面仲有一 part 嘅，有 part 吓，系啊。即系头先啊，即系阿 Joanne 咧，佢真系讲得非常精彩啦，即系好详细咁解释到我哋嘅产品点样去用啊，同埋点样去配合以前嗰、那个即系嗰个 celebrity， 即系 celebrity， 即系。